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产品是 Stucco Italiano 的 Lapa， 它是一种水性艺术漆，耐水性，适用于室内位置，可以按客人要求调配不同颜色。在讲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我们会按客户要求调配出不同颜色。讲回 Lapa， 其实这个字在意大利文是解做皮革，因为这款油漆可以做出好像皮革的效果，触感方面亦可以做到同皮一样咁柔软，而且瓦身的外观能够带出明暗对比的效果。施工方法简单，首先用油扫扫上一层底油，然后用油碌碌上今日的主角 Lapa， 轻轻力推开薄薄一层就可以，记得要均匀油晒整个施工范围。要在油漆未干的时候用压纹刷在表面轻轻印出纹理，这样就可以做到具质感的明暗对比。以下是几款 Lapa 的现场效果。 Lapa 带给人清新简洁的感觉，可以满足不同设计要求。如有任何查询，欢迎联络我们。